家好，我是宏建不动产的 Tina。 那今天我想与大家介绍一个非常完整完善且非常好的一个物件，它叫做 Epic Tower。 那首先 Epic Tower 大楼项目，它总共盖了两栋大楼，那 A 栋的话是公寓，总共提供308套非常豪华的公寓，那 B 栋的话它是办公室大楼。这个物件呢，它是位于河内紫桥郡紫桥县都市区，可以说它是一个中心之中心的位置，毗邻番松番仑同主干道。那 Epic Tower 拥有并非每个物件都拥有的黄金地段，那为什么 Tina 可以这么说呢？因为第一，从 Epic Tower 我们很容易可以通过番松路、番仑同路、三环路等主要干道与市中心和西部行政区相连，也方便连接市内和区外的地区。从项目位置，我们仅需2分钟即可到达美丁车站198医院，3到4分钟就到了紫桥公园、安和公园。从项目移动到国家会议厅也只需7分钟。那么再往后1到2公里的话，就是有很多的著名大学，就像河内国家大学、商贸大学、戏剧电影大学。平常如果你要买菜啊、逛逛街啊，那在物件的附近就是有那个美丁传统市场，或者是在整条的中水路的话，都是商店和餐厅，都是非常的方便。那从那个 Epic Tower 到那个内排国际机场也仅需要大概30分钟，也非常的方便前往北部主要的经济城市，比如说海防、广宁、北宁、海洋、永福。那第二的话， Epic Tower 它地处中心的位置，所以周围围绕着很多的专业办公大楼，例如悦雅 Tower、 CMC Tower、 Equity Building。 那附近的话也有很多的银行，比如说 DB Bank、 Vietcombank、 Techcombank， 为这里的居民带来一个非常便利的生活。第三，也就是投资者可能非常关心的一点，那就是从 Epic Tower 的话，我们只需要大概1公里的话就可以达到捷运站，那走路的话大概需要10分钟。拥有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卓越的生活品质、便利的交通， Tina 相信 Epic Tower 将是投资者值得投资的物件。那我们公司下个影片也会对整个物件的设计做详细的说明。那如果您对 Epic Tower 有兴趣，想购买或想了解更多，那请通过号码0888089696与我们联络，或者可以上我们公司正式的网站 valuationreit.com 了解更多物件的信息。那也别忘了帮我们的影片按赞、分享和订阅我们的 YouTube 平台。谢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一节目见。